就真的需要上他那个政委。是啊，钱不是一个人挣的，但是要争吵。嗯，而且他说，反正我寻思讲的，就最多最多给20%。对对。因为他说他跟那个就是没有本金，他有香港朋友，那原来，我那小子借10万块钱给我，我说行。不是，你这钱光怎么整也不够，怎么整啊？就怕你花没。昨天1000就2500多块钱进去了。